至于睡觉需要充值，我来办理睡眠业务，最近老是失眠，你这有什么新套餐啊？你好，现在我们推出89元一个月的睡到自然醒套餐，每日深度睡眠时间保底8个小时，超出部分5折优惠，整月午休免费，并且今明两日办理业务的话，还可以限时免费体验秒睡功能。小朋友，你要办理吗？这个，我要这个。好的，正在为您办理，已经办好了。小朋友，请你回家再用秒睡功能啊！家长在不在啊？来人啊！怎么回事？糟糕，睡眠时间又过了，快充值！对不起，今日睡眠充值业务已关闭，请明早9点再来。才2点过，睡不着了，我要怎么办？给我办个睡眠套餐。这孩子一天到晚就玩游戏不睡觉，一玩就到半夜，白天又起不来，烦死了。不审讯吗？好的，这位家长，这里推荐您开通儿童睡眠保护模式，每晚9点强制入睡，唤醒需要家长指纹解锁。嘿，叫你偷偷玩游戏。能用吗？按理说不予办理，但如果双方同意，行，那给孩子他爸也来一个，这下他再也不能出去打麻将了。